有警察上警车准备撤退时被人掟杂物。在巴士旁边有未上警车的警察被一批人上前袭击。有警察和两名便衣警员落车救他。传出一下枪声。警察在地上制服一人士，用脚夹实被人围殴。在混乱中再有警察向天开枪示警。有三名警察被人打到血流披面。一边举枪一边撤走。人群散去，警察上警车离开。